今天这个新单元，我来到了从前有拍摄到诡异画面的地方。那这一集呢，既然叫重回超恐现场，而且我有说到说我会带老师来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只想说，我没有错别字来的那么肮脏，是把老师打出来的。然后呢，还有黏黏的东西，我是直接请老师出来的。老师，哎，其实我之前跟你搭配都是搭配奇门遁甲，对。那我都是问你，好像有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比较容易聚阴的一个地方，对。但是我现在带你过来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讲出来的话，或许你会有那么一咪咪的有兴趣了。怎么说呢？我带你来这些地方，就是我曾经有碰到诡异状况或拍摄到好兄弟的地方。哇，是的。然后呢，我们回头看一下。我听到水声了。对，这里呢，其实据说以前是一个地下的病房。地下病房。对，那我必须说，这个地方我之前会那么有兴趣下去，就是因为我想要搜寻太平间。我正想讲这个，你平常是医院就已经算是蛮阴的了，肺气更阴。对，你现在地下室，对，那是阴上加阴，而且我就想讲到太平间，清明就讲出来了。是，所以我们下去看看吧。好。我也不会像错别字那么的歹戏脱红，然后还跟你那些有的没有的。我比较喜欢直接切进重点。你太厉害了，老师。嗨，地下室。又你看，这一阵子又下雨，下得很大。对啊。然后我们两个虽然都穿雨鞋，可是我实在没有把握说我们能不能走到我之前走的地方。真的吗？我现在看不到前面。欸，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叫？都是水啊！哦，对啊，都是水啊！我跟你出那么多次外景，有刮风下雨，会下大雨，但是也没有积那么多水。老师，你现在感觉如何？啊，越走进去里面，当然是感觉这个煞气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很明显啊，很明显啊，嗯，啊。我看到这水，其实我有点觉得很麻烦啊，但是我叫你穿雨鞋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跟你讲，我之前在里面有拍到一双手从水里，一只手从水里面这样伸上来，然后转移。那时候我刚好在跟他们做问答，然后呢，我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方向，然后最后伸下去。可是你看这水的深度，不可能。除非一个人潜在水里面啊，但是这种水谁愿意啊？不可能。哎呀，老师，我们要不要下去看看？好。还是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安全措施？你觉得在这种地方？我觉得是需要。需要。不错，真的蛮厉害的。第一次跟奇明两个人这样出来，我其实还蛮兴奋。蛮兴奋哦。那我们还是做一下好了。对。对。老师，你帮我做的话，那你呢？我自己会做。好，你自己做。这之前烧，我先弄，你再弄我自己。好 ，OK。其实这好像是第一次，好像是第一次进入奇门洞，我弄我自己啊。哎，对啊。我因为我没办法帮你用啊。对。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对。所以说，老师等于是说，请说，你有感觉到这深处有藏着很多东西？天气。你的
雨鞋比我高一点点啊，你要不要先走？其实呢，老师，我想说的就是，我不是故意让你一个人先走，是因为我们两个雨鞋比起来，你的雨鞋就是高了我2公分，所以说你先走，因为呢，我们脚走太近，我们所带起来的涟漪，有可能那个涟漪真的会害我们的雨鞋进水。对，而且这里的水我是不希望它流到我的鞋子里面。慢慢走。对，慢慢走。老师每一步都踩好再往前哦。哦，好，多谢提醒。然后老师，你进去的左边最底，你有没有看到木椅子？站好，站好，站好，老师站好。我已经这个时候，我觉得拿一个遥控船来会比较好一点。遥控什么？就是让它直接开进去，让它直接拍。有这种东西吗？好像没有，但可以自己改装。可是你那边的雨鞋高度还怎么样？慢慢走。我已经，你看好像还可以了，再稍微往左走，往前走一点点。我是在往前走，就比较没办法走进去。我已经，好，老师，对，你看正前方，这边吗？有木椅啊？对，那边有木椅，对不对？对。那我之前就是把器材放在那个木椅上，然后我所拍到手的地方，就是最前方右手边的底。那老师，可不可以说一下？因为我看你的鞋子，你还可以勉强稍微再往前走一点点，再高一点就不能再往前走。对啊，我很怕进水，跟你一样。你也怕进水？对啊。你上次来的时候没有水那么多，是不是？因为最近你下得很凶，对，不知道是不是又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吗？我，老师你先走，你走到极限再找再 Q 我。因为我这边，你看我这边已经差不多了，你还比我高一点点。对。老师，你走都小步小步一点。对、啊。因为你太大步的话，那个涟漪太高的话，有可能水就会跑到你鞋子里面。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那高筒都不算是超高筒这种。看样子应该是要去买更高的。对。我帮你看一下你鞋子哈，老师，你再夹再高一点，你就要退了。对啊。好，那老师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这边稍微做一下感应吗？可以。那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当初拍到这只手？那这一只手，它又代表些着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刚进来的时候发现有针头。对。那，我觉得很多可能性是，这边不管是什么医院，不管是军医还是一般的医院，我不知道。是，但可以确定是，如果这边真的是医院，你又看到手，对，很大的可能性他是在求救。求救。可能当时在这边，可能死得很痛苦，还是以前法律。老师，请说。这个我就没跟你讲了。我相信我在播这一集的错别字《神秘五十二区》，你也没看过。我没看过。其实你讲对了。因为听说这个地方早期就是有做一些人体实验，或者是他们得的一些传染疾病比较严重的，会放到这个地方来做隔离。哇！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讲哦，这个东西我没有跟老师串好哦，这是老师自己感觉出来的哦。所以老师，你的感觉能力越来越好了哈、哦。那老师他很痛苦，他想要跟我求救，可是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他。那现在你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宁之类的？我其实讲坦白的，刚刚我在那在前面做一些简单的课仪，你看起来简单，对，咒语念下去，法师的功用是干嘛？就是念咒语，请神明明降来嘛。我刚除了第一个是为秦明跟我自己设下一个结，保护我们自己之外，是这个是会回向的，会回向。所以其实刚刚来。我刚做完，我刚不是做了之后，我就把它丢到下面去了。对对对，我也感应到他来了。
他来了，他来，但是是舒服的，舒服的，是舒服的 ，OK， 舒服的，那这样就好了，并无攻击性。你看张老师，医疗分队长室，哇哇，真的，对啊，老师，我的雨鞋在这边有可能是极限的话，我很可惜，我没办法走过去。你的雨鞋有办法吗？再走过去一迈迈的话，我试试看。那走很慢，对，那走很慢，感觉你的雨鞋好像比较 OK 哦。没有，已经在崩溃边缘了。我的是只差一公分了，所以说我才必须要退，稍微退到比较高的地方。对不起大家。那老师，你往前看月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压迫感越大？一定有啦，我刚开始就有说了，是越往里面那个煞气越重了，煞气。但是我这样讲来着，我刚才有讲到为什么这次我要先做这个刻意自己做，是就是你感应到感受到就是里面气的那个负面能量比较强大，是如果我没做这个降进去，老师等一下，刚刚里面我好像。锯木头的声音吗？老师，会不会是他感觉到你有能力给他，让他比较舒服，是说有发出这些声音让你知道他们来了？或者是说他们希望再得到更多的帮助？对啊，可是这个积者太多，实在是重重困难了。还是老师在这边简单的跟他们做一下沟通告知？然后你摄影机给我，我在远方帮你拍。可以，慢慢，慢慢走过去。你其实也不用，你走到极限就好了。放手。好，你放手。你走到差不多可以就好，不用走太里面。因为他们既然在求救的话，我们还是做一下吧。它是锯木头的声音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啊。不是在里面，在里面。对，好，老师，那麻烦你了。不会，你来。进不去了，好，那没关系，老师，我们出，你先出来吧。进水了，进水了，右脚进水。好 ，OK， 那我们赶快出来，我这边比较没那么深。没关系，来，老师，这个摄影机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没问题，我需要两只，一只手要扶着，我才比较方便走路。对，老师走好。谢谢。辛苦了，我看到你这里湿了。进去了。对，进去了，进去了。好，没关系。老师，我跟错别字不一样，我比较不会。跟他在跟你在那边鬼话连篇，废话那么多，我比较喜欢知道重点。对，所以说没错，老师你讲的没有错，而且这个东西是没有唱好的，因为这个地方我确实知道他的故事，所以说你今天有感觉到这些很
不舒服的病。那老师，我讲来这边打扰他的话，我后续是不是要做什么？就像保姆来，然后跟我们讲一下这样的状况。对，没错。好，那那只手就是相当痛苦的亡魂。嗯。可是这边要做超度的话，可能有点困难哦。对，没办法，你这个最好是在里面做，在里面做，嗯，在里面做，就是那木鱼那边做，都进不去。但是我们能力也行，有啦，有一种方法可以进得去，穿青蛙装。对，但是那太丑，我实在不想穿。好，没有关系，那这样就知道那时候那只手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时候我记得他回答好像也是，我那时候好像没有问到这些问题。嗯，对啊，但是这样知道就好了。OK，OK。Okay。那今天带老师重返超恐之地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只要喜欢老师的话记得给他按个赞分享，然后千万可以上网那个脸书找那个奇门遁甲黄涛嘛，对不对？谢谢奇明。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下周我会带老师去什么样我碰过鬼恐怖故那种恐怖经验的地方呢？下个礼拜就知道。拜拜拜拜。